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神奇男获得了2019哈林老师战队的冠军学员证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于神清老师，请带着神奇男发表您战队宣言。这次我们来点不一样的。这是我第一次选择一个没有标签、没有音乐标签的歌手，所以这个结果很可能让我无法掌控，未知的一个惊吓也好，或者惊喜也好，这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。所以我说，我给我自己一个机会，让我尝试一下我无法掌控的场面。这一路走过来，确实还是挺坎坷的。和对方导师打战队赛的时候，每一次我们都不知道，真的都不知道对面是谁。现在要代表我们战队去鸟巢，留到越后责任越大。我现在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哈密葫芦瓜战队7个人，也代表着哈林老师会更加努力，一直冲到顶点，拿到属于我们的荣誉。这句话不代表我，这句话代表我们哈密葫芦瓜。鸟巢你好，去年一别格外想念，今年再续前缘，10月7号我一定会让你们更嗨。